Hello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美杨子。今天我们来上山摘点金银花，现在开始是金银花开放的季节了，特别香，又香的。刚才摘了一点，手上的好香，晒干了之后可以泡茶喝的。我们天空的。这金银花都是野生的，因为它们是藤蔓性的，只要能爬到那些树上，它就不会死。一般有金银花的地方就是一丛一丛的。应该挺绿了呗。这个东西。这个金银花是很不压衬的，我们等会儿可能摘满一背篓，晒干的后之后都不一定有一斤，特别不压衬。这里又是另外一丛，它刚开出来是白色的，开到后面就成黄色了，所以它叫金银花。我们小时候把它当零食吃的，因为它中间那一个花蕊的那个甘露吃起来特别甜。哇，看我们这个金银花，好香啊，沁人心脾。没柳絮的，没柳絮前面。里面的那个露水就这样把它一捏开，看中间那根花蕊一拔，看到没？然后出来一个。露水，那个露水就是甜的。这边呢，把这儿一拔，然后一拉，看那根水珠，哇，好甜呀！以前我们这山上满山遍野都是金银花，后来有几年他们清明节扫墓的时候放鞭炮烧纸钱，把这山每一次都要烧一遍，就好多植物就被烧死了。近几年来开始管控了之后，这些植物就慢慢长起来了，现在最近几年就可以看到到处的这种金银花了，但是还是没有我们小的时候多，还要再养几年。它们的蔓延速度也很快的，就跟那竹子一样，这地下有根在地上跑，然后上面有藤蔓，这么攀岩，就越长越多。我们以前不懂，就直接采这种。已经完全开放的花，实际上听他们喝茶的人说，要摘那种花苞，就像这样的，马上要打开的，还没有打开状态，好像说这种营养价值会更高一些。小的时候，我们三姊妹有一次在山上也摘了很多金银花，晒了一大包，因为知道有人收这种中草药。想着可以卖钱买零食的，后来晒了一大包也没人来收，就浪费了。如果放到现在的话，也是好几百块钱。
哇，那边有好多啊，但是我们过不去，就是好多杂草。这个好大，哇，只能。这两个好大呀，三叶蒿，刚摘了那么多，尝尝。嗯，太好吃了吧，好大，有大拇指那么粗。嗯，好甜呀。嗯，好多，山上到处都是，就是刺比较多，不好摘。有些高的摘不到。太美。熟透了之后是很甜的，没熟透的是酸甜的。当零食吃。继续往上爬，好像山顶上有一片金银花，去年我们摘过的。嗯，上面是水泥啊，那是空啊，你现在那是水泥干木啥的呀。天气好闷热呀，估计又要下雨的。我们现在已经到山顶了啊，这山顶上发现了一大片，够我们摘一会儿了。而且山顶好凉快，有风，下面太闷热了。这里一大片，好多。我们去年也是在这附近摘的，在那边。这山顶是个橘子林，多年没有人管了，就荒了，长了好多草。哇，这上面风好大，好凉快啊，跟下面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。下面好闷热，上面还有点冷，鸡皮疙瘩都出来了。我们去年就是在这儿摘的，这里好有一大片桐子树，它的叶子可以包粑粑的。一般在8月15的时候包粑粑，用这个叶子。嗯，这树上有一片儿，我们这儿的就是稀稀拉拉的，它们长没有长在一起。到处都是，以前的猴头山上面是很多山啊，以前是有东西，以前比较多，因为这个山被烧过，以前年年都烧，最近才好一些。觉得就可以了。我们这一次晒的话，就不像以前晒桂花那样的暴晒，晒出来黑黑的又焦了，特别丑。今年我们用阴干的方式，晒出来颜色会好看一些。这边下面还有好多，
但是长得比较高不好摘。我们之前摘竹子就从这下去的，那下面是一片竹林。这路边好多野花呀，这白色的槐花树把这槐花树都压弯了。哇，那个小野花跟我家后面种的那个安吉拉好像，跟月季，但那个安吉拉没它那么多刺。长得好快，哇塞，那边一大片金银花，爬在槐花树上的，把槐花树搞趴下了。现在已经到山顶了，我们后面这座山的最顶部。他们开的很有趣的，这个是一对一对开的，一个节上两一对叶子，一个叶子上是两个金银花，一对一对。开到最后开败的样子就成黄色了。老妈说这个金银花絮状的那种感觉跟彼岸花比较像，是彼岸花的茎部更长，花剑一样的花蕊也是很长的。好香啊，特别香，你们可能只能看到闻不到，特别香。我们家后面我留了一大片也是这种野生的金银花，每天早上我都能够闻到花香。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摘了三四个小时了，才只是搞到这么一点，还是三个人摘的。我们这会儿把它弄了之后下山去回家隔晚饭吃了啊。没多少，重还挺重的，现在湿的应该有四五斤，三四斤，三四斤是有的，两三斤应该是有的。哇，好香啊，没开。但这个花好像是叫线绣菊，开这么一大片，像不像一片白色的瀑布啊？好小朵，
一小簇一小簇的，跟绣球花好像，只是比绣球花更小一些。我看啊，像不像个白色的喷泉一样，这样散下来了。不粘，到时候又长成竹子了。这个地里是我们亲戚家的，前年才开荒的，现在又长这么多竹子。芝麻。